咱这行其实最要紧的是一个团结。师傅，不，你躺里头别动。学艺更重要的是一个心态问题，不管是对艺术、对师傅、对同行、对观众，我们这个心都要放在中间。是我错了，师傅。搀起来，搀起来。我说，哎呦，你不要磕了我的凳子。头发都做乱了，你们谁过去帮他整理整理头发呀？我看看啊，行，别乱，好不好？好看多了。这个要介绍一下啊，孟同志啊，他叫孟祥辉。刚才几次啊都起了心了呀，憋着造反啊。别介，师傅，我错了。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对的。个人的路自己选择，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阻挠一个青年才俊的前途光明之路啊！咱们自己的人啊，把孟先生送出山门以外，椅子留下，把人送出去。孟哥，作为搭档，我就不抬你了。走吧，哥，我会想你的，都会过去的，都会过去。贪图出门了。开梦班社有人跟我去不？早有这心呐！什么人性？走，再见吧，孟哥。孟哥，我就送到这儿了。那咱们回来吧，关门了得，天不早了，咱们该休息了。孟哥，我能帮你的就这么多了。哎，再在外边留的时间太长，我就负责关门了啊！快走，一会儿关门了，把门关上。太好了，都回来了吧？哎，另起炉灶也不行啊！这么多师兄弟，我舍不得他们。其实我不是那意思。接下来带大家唱一个小歌啊，抒发一下我们的心情。太阳落下山，秋虫儿闹声喧。日思夜想的孟哥哥来到了我的门前呐，师傅，开门，有来客人了，这不是孟家班的孟班主吗？冲着鸡来了，这我有点钱。郭班主，您看我能当您徒弟吗？哼，快把钱收过来！把钱收过来，快点！好，哎，好，不能，走吧。是我错了。我跟你开玩笑呢。我觉得啊，今天这个最卖力气的那个栾云平可以先选搭档。我选烧饼了，行，好，栾云平烧饼是一对儿。哎，于老师，您昨天不是还许了说今天谁赢的，我可以帮谁，或者您可以选一个。哎，那今天我赢了，那咱四爷仨来群的不得了吗？可以啊。哟嘿，嘿，感谢各位啊，头回。接下来于老师您看呢？九零选吧，可以，谢谢大爷。我选上九溪。哦，为什么选九溪了呢？因为我没跟九溪合作过。你还没跟我合作过呢。闭嘴。那就上九溪，张九龄。哎，谢谢，好极了。那个张考官，我选周九良。哦，可以，那就张鹤伦、周九良哈。给我留留什么？什么想分出事？老秦，该你了。谁呀？孙悦呀？可以呀，那行啊。嘿，我没想到你也想的是孙悦，咱俩想一块儿来了。孟班主同意了。哎，那就秦霄贤、孙悦一场，好吧？啊，他认了他。那个王九龙，孟哥呢？我肯定不跟他。不是，他没有了，就是他了。那我跟岳哥跟前我伺候。贤，你非得问出来，你非得。行，那我选孟哥，我不选。你看人家不选不行，完了又不要你了，人家不喜欢你，人不要你。老秦，你选我得了。你
不选的，老秦，你不能选九龙，就把九龙留给我，然后我就让他难受，让他不选我。哥，来，我在你下边来，行吗？哥，我选您行吗？刚才让你选我，你不选我，你说就剩我自个儿了。我不开玩笑吗？对不对？谁跟你开玩笑？我选您，哥哥哥，是不是？我给师傅搓脚跟。你是哪位啊？啊，我是您徒弟。行了，那就王九龙报幕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了，好。我呢？你好好看呐，这个多精彩的一场演出啊，对不对啊？就剩岳云鹏了，要不你能说服岳云鹏也行。我告诉你，岳云鹏可是有原则的人，他的原则就是不要脸，知道吗？你要愿意用他呢，你就去求他去；你要看不上他，觉得他在你心里边什么都不是的话，也就无所谓，你别难为自己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也无所谓，别难为自己。哈哈哈哈哈！哥，您觉得行吗？你要不你跟老秦，我跟他。哎，你俩头型都像，那就老秦跟小孟吧。啊，胖子跟小月。那这九龙就算没分是吧？别介，得有分啊。那怎么办？我给你量一个，要不？对对对，哎，好，好，哎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因为这也不能拉抽屉了啊。不拉抽屉啊，我给你量一个，好不好？多好的机会啊！多好啊！求都求不来。说好了吗？说好了，准备演出喽！好几天累死了，来这儿争会儿。嗨，小谷，上去上去。谢小谷帮我啊！不知道兄弟们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你是德云武王？知道古法养生吗？红枣红豆和枸杞，当归也能变美丽。这我也会。黑枸杞加人参更提气，鸡腿山和尚是壮，古法养生精神棒，红养颗颗活力颗颗，美羊美羊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古法养生年起浪。德云特效社养生鼓励多，来鼓励鼓励。你要演这种节目，就跟你之前那个小剧场那玩意儿节目，这味儿就不一样。而且你要这个节目，你就要的看的就是你这基本功。嗯，对，就是俩人这个配合劲儿，得咬着起来。这就跟那个这锯齿似的，你得一个咬一个，一个咬一个，它才不磕巴。嗯，你就得这么给它咬起来。我还别跟你说太多，说太多回头你倒紧张了，是吧？什么使了这么多年真是错的。你上次排第几？不是排第几，我这几期啊我白玩，真的。头一期没使出来，二期我使错了，三一期我跟师傅使非得给我打没了，我这点滋滋滋不是那么简单。哎呦，为什么呀？我踏踏实实报个幕不行吗？我跟师傅跟非得干嘛？我跟师傅使。4:30准时开始。4:30了呀？现在4:01准，对个六我肯定准不了了。雨如狼雨啊起风。哟，还没想好说啥呢。对我兄弟来说是大事儿了，是吧？比结婚事儿还大呢，倒也不至于，生孩子没这么紧张过。我平时也没生过孩子。舅舅，怎么那么开心呢？我这是开心吗？我不行了。有什么不行啊？我真特紧张，我没咋使过活，就跟您。这机会这不就来了吗？真不害怕，真的害怕。一会儿到那儿给你对一遍，好吗？太开心了，哎呀，太开心了。栾云平，哎。水牌还没写呢，是你写下去，我就愣写了。这里边有于老师没有啊？有于老师。好，搁了最后一个。哎，别介，来不，您听我的，来去写去。
五个六个六个六个是吧？那第六个是你们这群的，写锦底。玉兰说：“好极了啊，那个五是小月，别争。”月孙。哎，没有没有，他写的胖子的字啊。然后那三那儿写王九龙跟我。哟，在这儿写您啊？对，别介您，别介您这倒是使使下来都。真行吗？真行。哎，好，小妹儿哥第四。下面还就是张鹤伦一场，还有谁一场？我和九七，鹤伦二场。好嘞，好，哎，九七这么开。